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野田组鬼子已在张连长的队伍赶到前撤离了魏大娘家，与毒杀行动失败的贺子会合，决定先到附近的凤头岭矿场隐蔽，再谋划下一步行动。关双月追查内奸毫无结果，向苏城地下武工队求助。赵曙光立即与潜伏在日军宪兵司令部的冯翻译接头，欲偷窃鬼子机要室里的内奸名单。冯翻译伺机在宪兵司令部制造了一场火灾，赵曙光带人假扮成消防人员冲进，可惜在接近机要室时暴露，反而牺牲了几个同志，行动失败。哪儿跑？抓活的！黑色太君，我是韩星。韩星，谢谢。奇怪，活见鬼了！赶紧回诊所搜查。都怪你请来的假医生和假护士，差点出了大祸。我哪里知道他们都是假的呀？很显然，这是鬼子精心策划的阴谋。可是我们刚刚把戴穗昌秘密转移到这儿，知道的人很少，鬼子怎么这么快就来了？而且对这儿的情况非常熟悉，下手很准。还有那个女鬼子，明明逃进了死胡同，为什么突然就不见了？戴穗昌犯病很蹊跷，你说早不犯晚不犯，偏偏这个时候犯，好像是敌人早就知道了，装扮成护士医生等着我们上钩，这绝不是巧合。那你的意思是？你说。咱们的队伍有内奸。对，如果没有内奸给鬼子通风报信，内部策应，这环环相扣的阴谋根本做不到。可是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只有我、王莹、肖子平和吴大鹏在场，难道我们中间？立刻清查内奸，如果不把那个内鬼找出来，根本保不住戴穗昌。明白。查内奸的事由我负责，你全力保护戴穗昌。是。快点！没事，他怎么又昏迷了呢？病情有缓步，抢救不及时，病情加重了。戴穗昌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仍在昏迷中，需要继续治疗观察。鉴于关押室条件所限，只好将他送到了诊所。两个，给我牢牢守住后院。吴大鹏负责外围警戒，看清楚，这儿是湖山镇最复杂、最繁华的地段，比不得县委大院。要是再出什么意外，我饶不了你。怎么，都哑了？敌人再猖狂，咱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什么好怕的啊？沈科长，我们不是怕敌人，这个责任太重大了，我们心里边都有点发怵。关书记怀疑咱们当中有内奸，正在调查，这万一还要有个什么闪失的话，我们可说不清楚。谁说的？
你就别管谁说的了，反正我们问心无愧。就算组织上做些审查也很正常吧，身正不怕影子斜啊。不许闹情绪啊。沈科长，其实我有点想法想跟你谈一谈。好，我们到那边谈吧。自野田组和新四军湖山保卫科围绕戴遂昌的较量正剑拔弩张，针锋相对。重庆驻苏城秘密特派员范建也匆匆赶往湖山，企图争夺戴遂昌。你笑什么？你怎么把胡子刮了？你懂个屁呀、啊！咱们这行善于伪装。哎，慢点，慢点。哎，好。而范建重金聘请的江湖杀手屠龙，也已经由花小姐先期赶到了虎山。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慌啊！不要慌，不要慌，不要慌，一个一个来，检查一下，把包检查一下，一个一个来，都可以进去的，老乡们，都可以进去。你要的档案资料都查到了。肖子平，保卫科治安股长，34岁，以前当过伪军，当年参加了起义，历次战斗表现都很勇敢，立过功，受伤后就转到地方工作。王莹，保卫科干事，23岁，以前是个学生，去年从敌占区来到根据地投奔革命，表现很积极，但是以前在敌占区的经验是否有疑点，无法核实。另外还有一个未婚夫叫杨新平，是跟他一起投奔革命的，目前在湖山镇小学当教师。吴大鹏，保卫科干事，24岁，他40年初参军，皖南事变中被俘，半年后逃了回来，被俘期间是否有变节行为难以证实。从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吴大鹏的嫌疑最大。医生说，戴遂昌的窒息性哮喘是由阳气诱发的，而买来阳气的正是吴大鹏，请来假医生和假护士的也是他，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不成？可事先我们谁都不知道戴遂昌有这个老毛病，如果吴大鹏是内奸，那他主动去买阳气请来假医生，这不是明摆着暴露自己吗？现在还不确定吴大鹏就是内奸，不过不能排除任何的疑点。徐秘书，你重点先查吴大鹏。是。你们是这儿吧？是这儿，是这儿吧？老乡，老乡，乡亲们，乡亲们，有话好好说，不能进去，不能进去。你们有所不知，那个姓安的就是个王八蛋，有意坑人，致死了我们家老四。大伙说。怎么办？怎么办？哎，老乡，你们不能进去，要不我把安医生叫出来，你们当面跟他说清楚好吗？不行，不行！你一进去就通风报信，他就跑了。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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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就跑了，让他跑了。你是不是收了那个姓安的好处？为何对他如此卖命？谁收了他的好处？我跟他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啊？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你瞅瞅，心虚了不是？让开！哎，让开！不能进去！不能进去！不能进去！什么？要闯进？绝对不能进！人多一乱，就没法保证戴遂昌的安全。再说了，我们怎么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敌人呢？我是扛不住了，你们快去救急啊！鸣枪警告啊！我不敢啊，我刚刚犯过错误。哎呀，这样吧，安医生，你出去跟大家说清楚。长官，这不怪我。他们家老四没吃我开的药，是被巫婆给害死的。
安医生，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你怕啥？我还是不去了。让我们进去！让我们打压到别后！别后！别你们快去救急吧！走！哎，你们两个守住病房门口，发现情况就开枪报警。是。谁也没有想到，其实戴穗昌已经清醒过来，一直在寻找逃跑的机会。大家静一静了啊！大家静一静。安静一点！大家听我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现在安医生已经出来了，大家有什么就说清楚吧。你们听我说，你们家老四是我开的药，可是他没吃啊。他自己去请什么巫婆跳大神儿，自己把病给耽误了，能怪我吗？胡说八道！人家黄半仙可是远近闻名的活神仙，你分明就是幽冥坑人，给我揍他！老乡！疼！怎么了？这儿疼吗？什么疼？哪儿啊？送水车出去，你们诊所需要从外面送水吗？对呀，我怕这儿的水不干净，感染了病人，所以就用山上的山泉水，每天都定时送几次。这狗日的，肯定是藏在送水车里混出去了。哎，什么送水车？沈科长，
刚才有辆送水车是事发前后唯一进入过诊所的。你是请的专人送水吗？他住在什么地方？他叫王福生，就住在东山村。我带人去追。大鹏，立刻联系张连长，让他马上封锁湖山镇的所有通道。是。上了皮筋袋，脑袋可麻了。俺你能要买上你拿他来一拿？没事。唐僧道，
各位乘客，真是不好意思啊！国难时期，这个老爷车太不听使唤了啊！还望各位那个下车帮忙推推车，啊，辛苦大家了啊！哎呀，辛苦辛苦辛苦！谢谢大家啊！戴翠昌的犯贱没想到，戴翠昌就近在咫尺。如果他们不是阴差阳错的擦肩而过，也许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半路上车，没有啊，不好意思，把车门打开，我们要检查。别紧张，站起来。
戴遂昌跑到哪儿去了？。圈子又回来了。此时的他如过街老鼠，在这人生地疏的涂山镇，他无处可躲，也无处可逃，随时可能再被抓。死老太婆，干什么你？先生，我求求你了，我从苏北逃难来的，三天没吃饭了，求你给我口饭。自己一天没吃饭了，你别急。先生，求求你，先生，先生。花小姐不相信会在这里遇到戴遂昌，这是绝不可能的。但是自己这双眼睛从来没有看走眼过，难道见到鬼了？大娘，刚才那个人呢？你在说什么？那个人太可疑了，追！但肯定没跑出湖山镇。为什么？咱们湖山镇呢，地处山区，临深路险，地形复杂。戴遂昌一点情况都不了解，要是没有人带路，他肯定逃不出去。再说了，事发以后，我们立刻封锁了所有大小的路口，没有发现可疑的人混出去。我现在就问你，戴遂昌人在哪里？其他都是废话。我。敌人的袭击一波接着一波，我们已经很难应付了。你还让戴遂昌给跑了，我怎么向黄司令交代啊？哎，这个臭汉奸呢，一直就想逃到重庆去，投奔国民党顽固派，当初就应该把他给毙了，省得这么麻烦。胡说八道呢！戴遂昌跟随李世宁多年，他知道大量的日伪秘密。你杀了他，不就帮了敌人的忙吗？沈科长，沈科长，怎么了？我查到点线索。什么线索？我的帽子跟制服不见了，被谁偷了？我也不知道。我去办公室交行车记录本，顺手就把帽子跟制服就放在那边了。可是等我出来的时候，他就不见了。我记得这个院子里面没有人呢。沈科长，我们在搜索的时候经过一条小巷，发现一个穿司机制服的人，非常有嫌疑。但是我们到那儿的时候，他就已经逃走了。看清样子了吗？没有，但是身形和背影和戴遂昌非常像。肯定就是他。可
可是他为什么又溜到这儿来偷衣服呢？らしくない。お前の意味は、やぞ男？疑うだけ、確認できない。これはおかしいな。野田君、私もそう思う。神経は自ら女を追うか。まさか、まさかあの女は大水ちゃん？ありえないな。私たちは大水ちゃんを殺す。一チャンスを失った。我们把整个镇都搜遍了，还是没有找到戴遂昌。这个家伙，难道上天入地了？这回可不能再怪我了。那你的意思是怪我喽？买羊妻怪我，请来假医生也怪我。这回可不能怀疑是我把那些死者家属请来闹事，让戴遂昌趁机逃跑了吧？你小子再发牢骚，小心我揍你！沈科长，现在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拖到晚上就不好了。是，天黑了搜捕更困难。这小子贼得很，趁天黑说不定就溜了。一个潜逃的家伙，为了安全，一定会躲到自己比较熟悉的地方。戴遂昌对湖山人生地不熟，才来了不到一天，就待过三个地方。第一个，县委大院。可那人来人往，守卫严密，他进不去。第二个地方，安医生的诊所，你们刚才已经搜过，可以排除。那就剩下第三个地方，保卫科大院。什么？你是说他会藏在咱们保卫科？自己跑回到眼皮子底下，这不太可能啊。什么叫灯下黑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个家伙跟着李世宁做了那么多年的特务，这点道理他肯定会懂。可是门口也有咱们的警卫啊，他怎么进得来啊？你们忘了，今天上午鬼子来偷袭，咱们后院炸塌了，咱们还没来得及补上呢。有这个可能，立刻包围院子，彻底搜查。是。天干地支，你跟我来，从这边。哎，怎么样？没有。你们俩跟我来。是。
哎，沈科长，胖子，有没有其他人来过厨房？我一直忙着，刚才忙得稀里哗啦的，没注意。跟你一样，是吃我。哎，戴遂昌，戴遂昌在这儿呢。你啥时候进来的？在哪儿？还偷吃我东西呢？哎。我怕你吃饭噎着，给你弄一点水喝。水太脏了呀！你小子差点害死我，混蛋！把他铐起来！哎，是啥了？水！是啥了？水！给我！走！丁胜，干嘛去了？来这么晚，我这不是给您准备这个？对，给您送过来。行行行，别废话了，走走走。特派员，好，好，好。哎呦，还有吗？你这个，特派员，您慢用。哎呀，不错。正宗的龙兴膳啊！沁人肺腑啊！雕虫小技，也敢在本小姐面前卖弄？你是花小姐，怎么成了乞丐婆了？你还认得本小姐？那屠龙呢？他没来吗？乌鸦先生，你懂不懂江湖规矩？规矩？我怎么了？屠龙做事独来独往，咱们有约在先，你不过问和不插手。到时候，屠龙会信守承诺，交出戴遂昌的脑袋。请问，你跟到湖山来做啥？胆敢来监视屠龙吗？哎，这我们说好的，是我先救戴遂昌，救不出来，再请屠龙出手。既然要救，那我当然得来湖山了。哼，那这笔生意怎么算账呢？不就是钱吗？这么着。如果我救成了，我付的定金不用退了；如果救不成，再请屠龙先生出手。
一句话，戴随昌活，定金不退；戴随昌死，无论是屠龙做掉的，还是日军追杀的，你都得付全款。这个算盘打得够精的呀！屠龙想借刀杀人，坐收渔利。哼，那是屠龙的本事。我告诉你，你救不了戴遂昌的，等着付钱吧。哎，不是，这屠龙到现在藏头缩尾不见人，就派你这个花姑娘，不是花小姐，扮成乞丐婆来忽悠我，你们让我怎么放心呢？屠龙一诺千金，从不失信于人。哎。亚罗内，你走。亚罗内，주사가나온기울이떠서맞다노가노다군이마카라후샤니마도러한신이랄라쿠대세장노코도시라베로오리가쥐다바깨리데키미가모도르가그로다나코도오상가스누노와노다군타스타우타메데스노데野田君を中佐に舐めされないように。俺はその必要ない。ソネちゃん、昔命を救ったため、これは恩返しです。野田君、高富家が死んだ。一人は危ない。東条を連れていて、彼は上手だ。吴大鹏，你必须交代清楚，到底是谁指使你购买洋亲，故意诱发戴遂昌病发，又是谁指使你请来假医生和假护士的？我不是内奸，你们不能冤枉我呀。那你说说，是谁提出来买洋亲的？我记不清了。当时沈科长说要改善一下戴遂昌的生活环境，我们几个就商量着。就在鬼子野田组策划新一波攻击时，关月霜正加紧清查内奸，他深知在这生死关头必须尽快清除内部的毒瘤，否则根本无法保住戴遂昌。照你这么说，是王英提出来买洋旗的。反正我是明白了，谁积极主动多做事，谁倒霉。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什么态度？
这怎么又扯上王莹了？哎，这样查下去，难。吴大鹏是我从部队带过来的，老实忠厚，我绝对信得过他。那萧子平和王莹，你信不过？都是一起工作的同志，怎么能信不过啊？哎，当然了，这话说回来哦，不叫的狗咬人才狠呢。我们想办法继续查，我赶快和苏城的同志联系，请他们全力配合。关键时刻，他们能起大作用。什么事儿？家里来急，让咱们查一个人。什么人？内奸。内奸？鬼子的野田组在湖山拼命追杀戴遂昌，强攻偷袭，治病下毒，几乎每一次都差点得手。怪书记认为，一定是有内奸接应，为了尽快铲除这个毒瘤，确保湖山及戴遂昌的安全，怪书记决定必须动用你了。我没问题，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你在鬼子的宪兵司令部潜伏了这么久，熟悉他们的情况，一定很了解到底怎么查。据我所知，冈村有一副潜伏在苏皖地区的特务名单，非常的绝密，就放在五楼的保密室里面，里面应该有湖山内奸的线索。可是宪兵司令部的警卫非常森严，楼里楼外岗哨重重，尤其是五楼必须要有特别通行证，一般的下级军官根本进不去，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包括我。就算是龙潭虎穴，也一定要查，而且要尽快，要不然湖山那边压力太大了，一定会出大乱子。有一个办法，非常危险，但可以试一试。讲。好，太好了。什么时间？40分钟以后，鬼子正在吃晚饭，戒备比较松懈，你来得及吗？来得及。好，说干就干，咱们俩分头行动。哎，电话松开，快点！你吵什么？师傅，什么做事狗事？阿拉不是。阿拉政府官员，你们把阿拉抓来，又没有本事保护阿拉，这还不到一天的时间，这阿拉九死一生，差点去见阎王，阿拉能不逃吗？阿拉要自救自保。呸！你小子，别给脸不要脸啊！我跟你说，你再给老子逃，打断你的腿！反正就是个死，打断阿拉的腿，阿拉还是要逃，要逃的。饿死你！哎，放这儿，放这儿。走走。哎。不要走，好吧？哎，赶紧松开啊！松开啊！戴遂昌说的没错，鬼子一而再，再而三，玩着命的追杀他，差点就在咱们眼皮底下得手。还有内奸，也在暗地里兴风作浪，咱们的压力太大了。关书记，我已经下死命令了，谁敢泄露戴遂昌的新关押地，我一定严惩不贷。这个，对内奸有用吗？要查不出来，你采取任何措施都没用。关书记，关书记，关书记，有人要见你，来头可不小呢。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驻苏城特派员范建，他来干什么呀？来者不善，肯定是冲着戴遂昌来的。关书记，他已经在门口了。见。是。给老子来个下马威！特派员，请。
关书记，人来了。您就是关书记吧？是的，范先生，请坐。啊，本人范建，奉第三战区顾祝同司令长官之命。 前来湖山执行任务，这是顾司令长官的手谕，特令本人在苏城地区执行特别任务，所有人必须服从，不得违抗。范先生来湖山有何公务？范某前来是想向关书记要一个人。谁？戴遂昌。 这个汉奸为虎作伥，罪恶累累，国民政府要严加审判，以彰正义。所以，顾司令长官特令本人前来湖山，将其速速带回。戴遂昌确实在我部，但是惩治汉奸，人人有责，我们也义不容辞。何劳范先生那么山高路远的把他带回去，何况这一路上敌我犬牙交错，这万一出什么意外？ 就鸡飞蛋打，不是一场空吗？怎么带走他，范某自有办法。再说，对戴遂昌，不仅是盐城的问题，还涉及到汪伪政府的许多重要机密。为全国抗战之大局着想，所以请关书记立刻交出戴遂昌。范先生，请放心，如果我部在审讯当中牵扯到军事机密， 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向第三战区司令部报告。这么说，关书记不打算交出戴遂昌喽？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得请示上级。我警告你，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统一政令军令，这可是你们共产党新四军信誓旦旦承诺过的。哼，关书记，你要是不交人，破坏本战区的安定团结的局面， 你可要负全部责任的，范先生何必扣这么大帽子呢？我关某实在是承担不起破坏抗战的罪名啊！你交还是不交？如果不交，顾司令长官会亲自向委员长禀告，向贵党提出严正抗议。到时候，你就惹出大麻烦了。范先生说的这么严重， 我必须要请示上级。好，那我就在湖山镇等着。随便，请吧。请。哼。什么味儿？ 叫车，黄包车，请。哼，想从共产党手里要人，白日做梦。这鬼子和内奸已经搞得咱们焦头烂额了。 国民党顽固派又来惩祸打劫，捣鬼添乱。来的真是时候啊！关书记，你放心，这都不是事儿，我有办法收拾他，一定把他赶出湖山。不行，现在是国共联合一致抗日，我们从名义上得听从他们的指挥，拒不交出戴遂昌。这事情要是闹大了，我们就会很被动。那你的意思是拱手交人了？那就更不行了。 我们就是要利用戴遂昌，查明汪伪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是如何暗中勾结、挤压我们新四军的。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哎呦，那你说怎么办吧？马上给黄司令发信。是。 戴遂昌，日本人在追杀他，国民党顽固派也在追杀他。K，
看来他价值不小啊，黄司令，咱们可绝不能放过他。是啊，这次我们深入敌后作战，我一时担心国民党顽固派在背后捣鬼。看来这个戴遂昌应该是知道些什么，所以他们急于找到他。那怎么办？那个姓范的拿着长官司令部的公文，等着要人呢。 你致电关岳双，让他拖住他。等我审完戴遂昌再说。是。关书记，黄司令回电。戴遂昌必须保住，望顶住压力，务必坚持三日，一切待我到湖山后再行定夺。关书记，我先去把那家伙控制住，免得他搅事儿。 你怎么控制啊？哼，收拾他呀，我有的是办法。算了，先别管他吧。当务之急，我们是查内奸，不要让那姓范的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了。我先把他拖住，你全力对付鬼子和内奸。也好。哦，对了，苏城的同志有消息了吗？还没有，不过他们正准备行动。 宪兵司令部戒备非常森严，咱们混进去以后，千万要小心，直奔五楼机要科，务必要拿到鬼子的内奸名单。嗯，是。我们这次整个的行动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明白吧？明白。我们的人已经先进去了，大家分头准备。是。 私、ツヤクです。あ、堺さんに会いに来た。お前、ちょっと待て。はい。もしもし、少佐。こっち、ツヤクがいます。 Thank you.
坂井さんに会いに来た。ごちそうしようと。坂井少佐、お前知り合い？あ、友達です。 坂井さん、これは。こう、笠原君。どういうことだ。坂井君、知り合い？そうか、奴はフォンだ。俺の友達。あ、ごくん、ごくんです。小笠原君、ちょうどいい。この修練を。あ、どういうことだ。 消防队，帮你们来救火的，救火的。李万弟，持续救火，乱跑进沙洞。好的，太君，明白，救火啊！快点，快点！ 消防队救火的，快快快！走，救火！啊！大家听着，赶快帮太君灭火！是，火已经送上楼了，快，我们上去！是。 苏城地下武功队试图窃取鬼子内奸名单的行动失败了，而此时的湖山镇，鬼子野田组秘密联络内奸的那只风筝，又飘在了空中。爸爸，哟，小敏，你怎么来了？
奶奶呢？奶奶好着呢，她不放心让我来看看你。哎呦，看我干什么？今天鬼子偷袭，她没伤着吧？看爸爸忙到现在都没时间回去看看她呢。奶奶没事儿。哎呀，没事就好。哎，进去坐会儿。哎，哟，大娘，怎么了？怎么了？哎，她可能是饿晕了。爸爸，你快救救她吧。哎呀，哎呦，张科长，哎，我正要找你去呢，怎么回事？快来帮忙，子平。哎，来。来，来，大娘，您家在什么地方？我找人把您送回去。我没有家了，我是从苏北逃难过来的。我们家老头子、儿子、媳妇儿还有孙女儿。都让鬼子给杀光了，就剩下我顾老婆子一个人了，哪还有家呀？长官，我求求你让我留下吧，只要能给我口饭吃，让我干什么都行，打扫卫生、洗洗涮涮的，什么杂活我都能干，我不会白吃你们的。哎呀，不是，大娘，我们这是部队，没法留下你。长官。我求你了，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你要是不留下我，我这个孤老婆子只有一死了。大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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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爸爸，婆婆太可怜了，你就留下她吧。沈科长。我看他身子真的很虚弱，要不我们爸爸？哎，这样，要不暂时先留下他，等他身体恢复好了再说啊。谢谢爸爸。哎呀，谢就谢吧，还亲一口，我赚了，小丫头。我不是小丫头，我是大姑娘了。好，好，好，大姑娘，大姑娘啊，好，好，好，大姑娘，你先照顾一下婆婆啊。啊，对了，哎，子平。刚才找我什么事儿？沈科长，我们到外边谈吧。好，王英，你也过来。好，小敏，好好照顾她。哦，婆婆，我去给你倒杯水。来来来来来，怎么了？沈科长。我听说组织上是不是正在审查武大鹏啊？什么意思啊？是这样，刚才我跟王英聊起这个事儿，突然想起武大鹏好像跟一个女人有关系，所以赶紧来汇报了。那你就赶紧汇报啊！怎么回事？哦，上午啊，武大鹏不是去找木匠整修戴遂昌的关押室，我去接家具，回来的路上正好碰见他了。怎么样？挺好的。大鹏。啊！快走快走快走！木匠找来了。请过来了，请过来了，已经进去了啊。哦，洋气买到了？买到了，可难买了，托人在红发商号买到的。哦，哎，那女的谁啊？那一个熟人。哦，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背对的我，听见我叫吴大鹏就赶紧溜了，我没看太清楚。这么说，洋气是那个女人给吴大鹏的？肯定是，我亲眼看到的。哎，沈科长。那个女人我看清了，你当时也在场？没有，是在安医生的诊所外面。安医生的诊所？对，鬼子要毒杀戴遂昌未遂，后来我们到了安医生的诊所外面。我们在诊所警卫的时候，我偶然看见了杨新平来找我说点事情。我们在诊所外面说话，忽然看见吴大鹏和一个女人悄悄在一起，好像在争论什么。他们看见我，就连忙分开走了。我当时没有在意。刚才和老肖聊到，我才联想起那种诱发戴遂昌怪病的杨七，是那个女人给吴大鹏的。抢救戴遂昌的那个假医生和假护士，也是吴大鹏请的。婆婆，你说这个女人会不会有问题？这个女人长什么样？很年轻，很漂亮，我觉得很眼熟。后来我想起来了，上个月镇西关头发生一起意外，也是跟这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啊，叫惠姑。王英说起这个事儿，我想起来了，镇西头确实有个漂亮的小寡妇，镇上的几个小混混经常去骚扰她。上次是他的族人打起来了，还伤了人，是我和王莹去处理的。哼，够热闹的。
镇西头的小寡妇和吴大鹏有嫌疑，肯定是他。走，赶紧去查查。哎，在那边。慧姑吧，在等吴大鹏的消息。大鹏他不要说，这个地方不方便说话，跟我走。可是我，你不想见吴大鹏吗？我想。那就跟我走，快。小寡妇的家就在那儿，快走啊！慧姑，上哪儿去？啊，老伯，我是慧姑的好朋友，我找她出去说点私房话。你是她好朋友？嗯，我怎么没见过呀？公公，你放心吧，我去去就回来。对。寡妇门前是非多。瞎跑个啥呀！切，在哪儿呢？快到了，别着急，就在前面。沈科长，啊，就这家。有人吗？大伯。请问一下，你知道慧姑去哪儿了吗？你们也来找慧姑啊？谁还找过她？刚才有个女人也来找过她呀。他们人呢？朝山林那面去了，说是有私房话要聊。你见过那女人吗？没见过。哎，快走！真的是内奸吗？他们真的有勾结吗？抓住他就知道了。动手。